城市之美在于它的环境和建设。我喜欢拍下香港不同的建筑，欣赏城市风貌，感受它的发展脉搏。城市之美在于它的人文情怀，我喜欢穿梭人群之中，拍下香港的人物景象，透过镜头展现美好的未来。摄影是捕捉当下，亦是憧憬未来。欢迎全港中学生和公众人士以个人形式参加新局面创未来四格图片摄影比赛，立即参赛，让我们携手向前，为香港开创一片新天地。